8月30日，极氪携旗下全系车型亮相成都车展，并开启豪华大五座 SUV 极氪 7X 全球首秀及预定，起售价23.99万元。极氪 7X 由极氪全球顶尖设计团队倾力打造，全球首席设计师 Stefan 亲自操刀。凭借原生纯电的浩瀚架构，极氪 7X 以4825毫米车长和2925毫米超长轴距，通过短前悬的布局优势，有效的防御超过83%。全车拥有32处储物空间，62升电控前备箱和616升超大后备箱，实现了对大型 SUV 的越级领先。电动化时代，很多纯电 SUV 受限于续航里程和充电焦虑，只能适应城市需求，很难征服远方的旅途。极氪 7X 全系采用800伏高压架构，搭载100度麒麟电池的版本，续航里程最长可达780公里；搭载75度第二代金砖电池的版本，续航里程也超过600公里。而且它还是当下全球充电最快的 SUV， 最高充电倍率 5.5C， 从10%到80%，仅需10分半，真正充电5分钟，高速2小时。极氪 7X 搭载了同级领先的空气悬架加 CCD 电子减震系统，底盘高度调节范围达到70毫米，最大离地间隙高达230毫米，与硬派越野车不相上下。凭借精细标定的分布式牵引力控制系统和智能扭矩分配系统，车辆大大提升了整车抓地力和通过性，无论是交叉轴、S 坡，还是45度的硬土爬坡，车辆都能如履平地，轻松脱困，拥有更强的极端路况应对能力。极氪 7X 第一次把 SUV 的后排座椅升级为电动沙发，配备 SoFree 电动沙发，让用户享受到真正的沙发自由。同级唯一的电动滑轨，能够实现最大215毫米的前后滑行，座椅靠背可躺倒至134度，乘坐空间更加灵活舒展。二排门板老板键采用更便利的物理按键，无需起身就能调节前排，获得最大的腿部空间。通风、加热、按摩等舒适功能，以及连体式腿托、超宽中央扶手、电动桌板、OLED 后排智慧屏等强大配置一应俱全。本届成都车展上，极氪不仅带来了全新极氪 7X， 旗下全系在售车型也同台展出。在10号馆展位，你可以看到001、001FR、007、009、009光辉、X 以及极氪 MIX 等车型。关注更多成都车展精彩内容，体验吉利极氪的最新产品，敬请锁定央视频汽车频道。